理财分半钟，财路自然通。理财分半钟，林修荣。你是不是要担心将来被遗产税 estate tax 呢？美国目前都依然是有遗产税，但是每一个居民或者公民的遗产免税额是相当高，起码是1100万，加上生活指数调整，目前是差不多1140万免税，即是夫妻的遗产净值只要不超过2200万就没有任何的遗产税。估计全美国只有 0.2% 的家庭是需要面对遗产税的。除了基本1100万遗产免税额之外，税例亦都规定夫妇一方去世，假如遗产净值是低于遗产免税额，剩下来的免税额是可以加在再生的配偶的遗产免税额。这个规定叫做 portability， 只要在第一位配偶过身之后9个月递交706号遗产报税表就可以得到的了。基于遗产免税额是高达1100万一个人，夫妇以前要凭 AB 信托去保留各自的遗产免税额已经不是重要了，因此有一些家庭是不需要设立较为复杂的 AB 信托。假如夫妻互相信任的话，设立简单的 A 信托就已经足够了。我是林修荣，下次再理财分半钟见面啦。